他是金鱼，他是像我们原子少年的两个帅哥。好，你们等一下呢，先看左边。左边一起，眼神要一致，然后再看右边。好，先看右边。比方姐，你要推一点点。好，现在视线往这边，左边一起，左边，可以了吗？到右边。希望吗？我觉得最近我保持一个还蛮好的习惯，就是每天都一定要运动。因为之前会一直说要运动，但是吃会大于运动，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所以都只吃不运动。但现在是又吃又运动，对，想办法可以变成就是理想的身材模样，这样。新年新希望啊，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在往演员道路上发展，那我希望可以再多累积更多的人生经验，然后把这些经验转化成自己在试镜上面或者是表演的养分。对，有在做一些学习系列的课程？有，都有课程。然后我们自己私底下都会买一些关于演戏戏剧上面的书籍来看。对对对。过程嘛，因为我们之前在原子的时候都是一群男生唱歌跳舞，对，然后刚开始接触到女孩们就哇塞怎么办，不是有点害羞，你们手足无措了，就突然哎、欸、原本都是一群男生变一群女生，就有点紧张害怕。嗯，所以英语也是会害羞哦，非常，我进去的时候是那个头都不敢抬一下。对，我们两个是直接蜷缩在角落，然后两个人像自闭，对，就在躲在旁边吹冷气，对，跟女孩们讲话。师妹都没有主动来跟你们两位讲话。后来是经纪人有推我们一下，就说你们要学长的样子，然后对，我们就才敢跟他们聊天。然后后面就是变得，哎、欸，也变得有默契了。对。那发片的部分，两位有规划在音乐上？音乐上我觉得还是看公司帮我们规划，因为现阶段我们应该还是以演员为主，但是我们也不排斥说可以唱歌跳舞。没错，是一样。谢谢。坐再低一点，然后再低一点。这么深了，这么大。可以了吗？大家，你们觉得大家这个类型可以吗？有高有低，有人低。有人低，有人高。先看中间。没关系，借个位置。好。中间完之后呢？中间可以了吗？好了，我上面先看视线这里，中间上面。好，中间。开心一点好吗？哎呀，我们要开心一点。看一下我这台，眼中间这里好，眼中间，我们的中爱心好不好？中爱心。右边，来回中间，直接回中间。一次看右边，再一次看右边。
等一下，我们再照顾右左边下面。左边。好，最后是。好，左边部。中央在这里，中间先。对。来，左边这里。来，左边。左边哦，是啊。好，隔壁这台。可以吗？好，右边。左边一，前排往左边一，后排动，后排不要动，前排移动上，这样可以吗？好。好，先看中间。好，来中间我这里。好，向左移。对你。好，上面。后排。这样可以吗？对，大动作，拖一点嘛。好，可以。最后喽，最后，这样子。来，新年新希望，我希望自己可以，因为去年有出了一首单曲，然后我希望在新的一年可以有更多突破，然后更多挑战，让我去就是成长自己这样。好像等一下要表演唱歌，会准备好了吗？刚有彩排，还不错，希望等一下也可以很不错。所以有想要就是在2024年发正规专辑。当然这是最好的梦想了，但就是看公司的安排，然后就是如果有更多好的作品，我都会公布给大家，然后会尽力做到最好这样。好 ，OK， 谢谢，谢谢，谢谢，辛苦了，谢谢。先看中间，所以刚从纽约回来，越重要飞纽约了。左边，视野再看高一点点。我来视线回到中间。
来，视线中间。希望大家都能够一饱眼福。要不要聊聊？太久没有出现，自己也有点害羞。要不要聊聊那个得到那个奖的时候的时候心情？其实在这个业界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人，那我想我大概占了一点便宜，就是出道很早，然后也参与了一些重要的秀，所以这个奖项颁给我，一方面我自己也是又惊又喜，一方面也觉得很感谢他们看到我在这方面的付出。对，那我相信后面新人辈出，很多优秀的人慢慢也都崭露了头角，为他们祝福。因为有很多粉丝都把你的造型跟流行趋势当成一个学习的典范，那对你来说2024年的流行的趋势大概是穿搭的要穿怎么样？应该说我自己也在学习，因为我也休息了一阵子，然后现在的流行对我来讲也是好像一个全新的开始，很另外一个世代了。在领那个奖的时候，我自己就说我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因为我横跨了三个世代。那这一现在这个流行对我来讲也是全新的，所以目前我也还在学习。对啊，虽然说你横跨三个世代，但是你看起来还是像18岁一样，所以大概是怎么样的保养？最近天气又常变，那可能要归咎于我嫁了一个好老公吧。对，我的身材方面其实都是交给我老公，那我觉得我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也很管理我的饮食，然后做很多很突破的事情对我，所以我觉得嫁一个好，刚好嫁到很。那2024年在工作上面会有怎样的？目前也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蓝图，因为现在一个新的世代啊，所谓的平台还有各方面传媒的新兴的传媒都有很多种不同的运作方式，我自己也还在学习。对，好，谢谢。来中间。刚刚在拍拍了。然后可能还没拍好。好。左边，中间。
视线左手边，视线高一些。梗真的没有梗，就维持的，感觉有梗，那个腿都越来越细了，腿一直都很细。在忙什么腿？最近还好，最近休息一下。那么聊聊星系打怪任务，也是护理师哎、欸。对啊。因为是我们是医疗纪实剧，所以就是那种忠实还原的，而且又是疫情，就是三级警戒都非常严重，然后大家就是很人心惶惶的时候，所以我们扮演的医护人员的状态是就是那种很害怕的，不是现在，就是也不是说现在医护人员不害怕，但是相对起来，当时的医护人员真的非常辛苦，而且我们真的穿了。我觉得我们穿戴那个整个的过程大概要我在学的时候大概穿了半小时，然后之后熟练之后大概也要整个穿完大概也需要快要十分钟，所以就是真的很辛苦。然后我觉得这个体验是蛮就是可以帮助我更能够感同身受他们医护人员的辛苦，然后更珍惜我们现在就是可以那很正常的生活啊，然后就是跟疫情共存，那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是一起努力来的这样子，所以很开心大家拍了这个戏，然后也希望可以让观众就是就可以传达那份勇敢啊跟那个过程给大家。
好像为了这个角色特别学了一些医学的东西在。要，当然要啊。对，我们那时候要戴两层的手套，就是他们戴一层不够，要戴两层，然后两层之外还要帮病人打那个点滴，所以我们根本就不会打，然后要徒手打就已经很困难了，然后竟然还要戴两层手套打，就是根本就是很不知道怎么办得到这样子。当然医护人员他们就是得要这么做，然后就是那时候在学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可能啊，就是那个手感太奇怪了，然后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要做很多，也许对他们来说很正常，但是我就是真的想象不到那是多困难的事情这样子。对啊，拿了金钟女配有没有信心在因为这个角色在哪里做演技概念？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大家的那个东西非常的平均，所以我不会特别去想说啊要占一个什么位置这样子。对，在这出戏里面啊，对，倒是不会。之后有一个希望可以有一个就是很独立发挥的那个，我可能会比较稍微去试试啊，做梦一下这样子。但是大概这个，因为打怪人物，我们真的是我们五个护理师蛮平均的。接下来我再多透露一下有什么工作计划。我之后我应该就是也是要就是拍戏啊，其实也就是拍戏，就是你说我能不能透露，我只能讲说我要拍戏，我也不能说我要拍什么啊，我也不能说大概是什么。对啊，你能不能让自己吃多一点，吃胖一点，太瘦。好，我等一下就进去吃。可以吗？谢谢。謝謝Thank you.
望是什么？2024年就希望身体健康，然后工作还是能够如期的在轨道上面进行。是365天，几乎也是365天的干活。现在，我今年2024年的开年，应该是我这十年来第一次这么没有工作，应该是十年的。我估计这十年来，我每年的元旦都在工作，但2024的开年，我是比较轻松的。然后我正在适应这个状况，也在享受这个状况。所以是在就是演戏跟生活上做一些调整，让自己多一些空间。不，因为我去年底我把我的案子停下来嘛。对对对，然后因为停下来之后，本来预计就是会继续拍到今年的农历年后，然后我把它停下来之后，等于是我多了一个空窗的时间。那这段时间我就可能陪陪家人，然后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因为十年来都在同一个状态里，然后2024的一开始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状态，我正在努力的跟这个状态相处。很多人都说你挑剧本非常的厉害，是因为你的作品都很好看，所以你到底觉得一个好的剧本需要什么条件？我觉得好的剧本逻辑上应该是说角色的性格要被凸显啊，因为我想现在因为全世界的 OTT 频道在国人的电脑上、手机上都可以随时的看到，所以我们要跟国外竞争，我们不外乎就是要拿出更多的诚意。那其实所有的事件哦，戏剧的结构对我来说应该都大同小异，但最重要的是那个人性的刻画，那个人性的角色的性格是不是能够让观众有共鸣，他能够对号入座。如果这些东西他都能够 match 得到，然后演员能够演出一种共情、一种共感，我觉得观众就会跟着走。倒不是说剧本多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找到那个人物的性格，找到那个内核之后去做这件事情，观众一旦有了共情、有了共感，他就可以跟着这戏剧节奏一起走下去。那你会觉得资金很重要吗？资金显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工业，就像好莱坞、像韩国他们的制作预算为什么能够行销全世界，资金绝对是一个在我们影视行业里面最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环。当然 know how 很重要，但是谢谢政府，最近2023年12月三读通过这个新创公司的投资办法哦，就是投资的人可以能够抵税，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都会有很显著的提升。那么再一次的希望就是各个民间单位能够支持我们这个软实力的象征哦，因为一旦文化创意产业能够在国际上被看见，代表我们的能见度提高，相对的带动的是整个产业，包含观光，包含我们的化妆品，包含我们的零售业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会因为影视产业的发达而受惠。所以这东西还是希望各个企业还有各个民间团体能够多多给我们支持。2024年会投入更多幕后的一些参与吗？我2024年会有两部电影的监制跟一部我 delay 的影集，那都会在2024年，希望能够如期的。因为我去年2023其实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对我来讲伤得蛮深的，因为我对我的团队有一些愧疚，但我一定会把这个2024做得更好，比2023做得更好，这是我对于他们的承诺，也是我对我自己的承诺。两部监制跟一个影集的也是监制，其实三部都是监制。对对对，好吧，谢谢谢谢。来看中间，中间，中间。来左边，好，左边这边，中间，下面这里，谢谢，谢谢。来这边，这么翘。来，我们先中间，谢谢。
姐姐。大家可能我的闪电太好了，就是2024新年的新期望啊，很紧张。希望可以做一件从来没有挑战过的事情。嗯，例如说，先不说，就是我之前都没有做过的。好像2024年。年份，所以现在大概进度到怎么样？可以透露一下。这样子好像我们没有认真在工作。有啦，我们一直在持续在努力剧本啊。希望可以在今年开拍，应该确定会在今年开拍啊。那其实剧本完成之后，后面的工作就可以很快。所以希望是在2025可以跟大家见面。那淑娟妈聊聊，就是2024年，大家平常大概想要怎么保养啊？因为过年要到了，分享一些经验谈给粉丝。过年就是大家休息摆烂的时间，还保养什么？就是，可是也要像你这么美才行，才可以。没关系啦，就是大吃大喝完再说啦。对啊，好不容易有一个休假的时间，是不是好好善待自己一下？我觉得心理上的状态比生理上的状态要重要的多啊。先不要想保养吧。所以你也会大吃大喝？会耶，很重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哎，是一个非常疗愈的。可以，好，谢谢，谢谢。来，师傅，你这边好来。
好，两位右边，好了，来这边，还有吗？好 ，OK， 就这样子来，快快快，平等啊！来右边，来，我要中间。好，这里，这里，哪一排？我找，我跟他们借，我有买牌，但是哪是哪一排？奇装异服。好，那我这里，那我这里，我很顺利在拍照啊。后面接，我现在很多人都可以。好，好，不要让，不要让这边好，不要让他。好，来这里哦。等一下是他们体验。你们怎么都戴口罩？现在很懒得化妆。蛮好的理由，连头发都懒得整理，很好。好了，开始啊！两位，哎，那天有没有看到那个国家级珠宝？有啊，吓死！说到的时候，刚好要弄头发。我在车上，也不能干嘛，因为那时候想。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就像南北韩现在的问题嘛，对不对？北韩也试射，南韩也回复，那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操作了。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还好，因为他们一定要做点表态，这很正常。哦，我不要多说，我不是，这是娱乐的，我不要扯太多。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态度的展现，我觉得理所当然。对啊，哎，看看吧。我如果说要，你就说要投死，然后就要打击，然后就要打击。问你啊，不行啊，不行。对。有啊，因为我到收到那个讯息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也不知道要发表什么意见。就是表态，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跟态度，但是我们中间的沟通只要能够顺畅，就一切都没事，就这样。我现在重送文策院，我这两天在弄案子，所以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就增资一点点，然后我们股东再多一点，所以还有谢谢。谢谢我们的要对啦，再加入吗？啊，不是啦，就是我们在想，我觉得我们中保就是我本人，我自我，他有跟我说了，对，总裁很好，他有跟我说，但我还没跟他开口，但是我会把这个放在我的预算里，等我一切弄好之后，我会跟他报告。应该会今年年底吧，因为我希望是冬天，因为我们会跟韩国演员合作。所以我觉得冬天的衣服似乎会比较符合那一种面。徐真姐，嗯，你外科要有新的进步。哦，外科应该也是今年会开。那我们喜欢夏天，不冲突，不冲突。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女外科是夏天的戏，就是比较热情，热情可爱。都到位了吗？啊，所有的东西都到位了啊？还没，就是剧本还没完成嘛，但是现在进展就比较快，那剧本完成后面应该就比较容易了，就时间还会再加速，希望今年就上半年可以开，希望啦，希望。那演员的部分有机会原班人吗？我们会尽量希望可以把大家喜欢的角色都留下来，但这也是看剧情的走向，对，所以还没有办法保证说所有人都可以回来这样。已经有邀约谁留下来了？宣扬是应该是确定的。
对，目前啦，因为剧本改来改去，我怕后来又应该不会吧。是因为期待新的感情线这样。这个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资金的部分。哈，资金的部分，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公示啊，所以目前也是公示会全力支持这样。就不用烦恼到钱这样。这个对，一方面是不用烦恼钱，但制作人如果他是有自己资金上的参与，当然他的收益会比我这个打工仔要越多越好。对啊，对啊。你们两个私下会交流吗？就是做戏？会啊，会啊，会聊一下。那在那个演员上面会互相支援？演员上面之前有聊过，也是要看各自的剧本有没有适合的角色。硬塞不好。对啊，硬塞不好。但我们都有企图要把东西做好，所以我们从都有企图要硬塞，不是都有企图要把事情做好。对啦，这个是最重要啊。我们会努力把事情做好。生活过年有什么？就是陪陪家人哦，老样子。我也只能这么样吧。没有，今年就待在家里。因为我刚刚说，就是我这十年来第一次，我十年来几乎每一年的元旦都在工作。然后其实我因为这部戏 delay， 要不然我也不在拍戏。那这其实我还在适应这个空窗期，然后我在整理我的情绪，然后整理我的失去跟我的过去，所以我这段时间会花比较多时间在思考一些哲学性的问题，也蛮好的。没有，之前还是会跨年，但是我第二天元旦我就是都工作的，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新加坡在大陆，就是这样。第一次，而且这个也是出我意料之外，因为本来我是 on schedule 是要工作的，所以一切对我来说都来得很突然，我在适应这个突然。那主张过年啊？我过年一直都陪家人啊，对啊，没有什么跟大家一样。应该再多一点吧。可是老实说，我爸妈也真的没有在花钱，就给他们，他好像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开心这样就好。谢谢谢谢。左边看一下，走左边。哦，感觉这里是蛮过。